冷子枫，这么久了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都找不到你，你怎么不联系我呢？不联系就是因为不想见到你们，我不想跟振宇学院的人扯上关系，你们走吧。冷子枫，你可以无视振宇学院的所有人。 但是一红是你的女朋友，你这样一声不吭的就消失，太不负责任了吧？那我应该怎么负责任啊？让我继续保持愤怒、若无其事的跟他在一起吗？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没有什么会比这样会让赵振宇更愤怒，是不是？我不许你伤害依依。那我到底是该负责呢，还是不该负责呢？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，很不想见到我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。 要一起克服，一起面对。所以现在我们又是一个 team 了。一个打不过死亡华尔兹就对我恼羞成怒的人，跟我说这些合适吗？大门就在那儿，别再逼我说更难听的话，快滚！你记不得你跟我说过，你的灵魂和肉体都属于我，我说一你不会说二，我亲你一下，你要亲我两下的。 那个视频我早删了，你也早点删吧。走吧，他不是我们认识的冷子枫。 你今天不想看见我，可以，我可以走。但是，只要你还需要我，我就在你转身都还看得见的地方等你，等着冷子枫回来。合约仪式两份，把你手机借给我。哎。我赵一恒现在。 何苦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我不来，你哭那么帅给谁看啊？谁给你递纸巾啊？既然舍不得他们，干嘛刚才演的那么绝情？因为我是杨洋的儿子，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受到牵连。包括你也一样，别离我太近，别到时候怪我没提醒你。 我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反正我帅到没什么朋友。正好，倒是你啊，你应该担心一下你积分的事情。如果你想和杨海英正面对决，那你得先拿到 U23的门票，也就是说，在接下来的所有比赛中，你只能赢。 冷子把话说的那么绝，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我会当做从来都没有这个队友。你知不知道，冷子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那眼泪鼻涕都快从面罩里滴出来了。让他说这么无情的话，伤的也是他自己肉做的心。但是我没有心情陪他演内心戏，他说的话也太伤人了吧。
一看你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疾苦。哎，你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你是冷子峰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做事无愧于心，怕什么？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不会改变任何做法。那如果你走在路上被别人扔臭鸡蛋什么的，你会把无双拉到你身边陪你一起受罪吗？我会想办法把他推开。所以啊，虽然我觉得子枫这么做有点二，但是人之常情嘛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处境确实是挺艰难的，你们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。他处境怎么艰难了？子枫现在的目标是成为U23比赛选手，我们冉教练帮他精算过，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联赛里，冷子峰一场都不能落下，而且场场必须拿到前三，这样他才有机会攒到足够的积分。接下来的比赛没有年龄限制，甚至可能会遇到国家集训队代表，要拿全胜很难了，你我都不一定做得到。如果你肯帮忙，我有办法让他全胜。看来疯子的专属教练要上线了。